大家好，我们在使用角磨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上切割片方招，防止碎片炸片崩片意外发生。正确的上法，铁片一定要冲上安装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磨光片我们都使过，铁片是冲上安装的，所以说在上切割片的时候切记一定要铁片冲上安装。在上切割片之前一定要找防护罩上手，选择正确的安装方法，防止意外发生。